你狗屁不懂，你狗屁不懂，无数个屁！我展昭玉帮是最厉害。队长，哎呀，这不是六九公吗？哎呀，你怎么怎么父子俩的打起来了？这我才没见孙子呢，我是你大爷。这可是我特意熬的排骨汤啊，熬了好几个小时，肉都已经破开烂了。你待会儿要全部把它吃完啊。哎呀，真香！真香！哎，怎么回事儿？哎，马大侠。 那天听说你拍了个功夫电影啊？烫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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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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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喝的时候小心点啊！哎呦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！哟，我这手也不太方便啊。方便是吧？小付同学，上，我来，让我喂你。哎，别！我受不起，您这不怀好意，我自己来。行，我能行啊？哎，喝啥？ 哎，咱接着说八卦，别停啊！那天怎么回事？怎么就受伤了呀？那天，那天的事儿都怪我，是这样的。谢谢大家，来，感谢大家的到来，谢谢谢谢，来。你个文盲，放羊的屁！你才放屁！我告诉你，五鼠闹钟经理，五鼠十一名排名第一的，绝对是锦毛鼠北航。 陈耀的表演是最震撼人心的，你狗屁不懂！你狗屁不懂！无数个屁！我展昭玉帮是最厉害！队长，哎呀，这不是六九公吗？哎呀，你怎么怎么父子两个打起来了？这我才没见孙子呢！我是你大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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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展昭是最厉害的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偷我红包！哎，给我喝一杯酒。 哎，好了，哎，怎么酒喝一杯？快说，高兴！啊！臭流氓！再打摇摇铃！撒什么酒疯啊？你没事吧？撒什么酒疯？啊！不想回去了啊！啊，各位继续啊，继续喝。你不知道。 你刚才的行为已经涉嫌到了猥亵妇女，哎，小鸭子蛋的，你还上脸了是吧？你真以为爷爷不敢揍你啊？哎哎哎哎，干嘛呀？ 这么惊险，你这一个快板就想吃鸡大汉呐？真是不自量。还好警察及时赶到，要不然啊都收不了场了都。啊，收不了场。爹，警察来了以后呢？啊，来，坐。咱们说一说，没准啊对这个下午的审判有好处。警察来了以后，紧接着就开始做笔录。什么？你连新郎官都不认识？ 新郎官，谁呀？来陪我喝一杯。哎，我给你演示演示什么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。哎，人都是你找的，你是群头吗？哎，是。这都是老戏骨，没戏演就没饭吃，总得给人一条生路。所以你们都是群演，没有一个认识新郎官的。 哎，那怎么能？不认识啊，我们就是拿钱演戏走人，那职业的吗？这职业啊。全部都是群众演员。我是特约。不，我不是，我就是一个蹬三轮的。那天新郎官坐我的车，下车的时候问我。 你愿不愿意挣点外快，让我来这捧个人场？一听，又能吃又能喝，就跟着来了。粉通。